我们要坐火车哦！一二三，人肉火车。嘟嘟。纪念还有感谢国家英雄在保卫国家时所做出的伟大贡献。人杰地灵。这些南侨职工，他们虽然是在新马，但是他们还是很想回去他们的国家付出。想起青云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我们传达先辈的精神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维护他们所留下的东西更重要。也许呢，这个墓碑我们不能看到以前的人有多么辛苦，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精神。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，但却试不了那恒古不变的忠魂。这番番话就好明显的显示出两国对战后的态度活动，让这件事情的真相一代一代的传出去，让这段历史永远都记在我们心目中。我从何处来，该往何处去？纠纷其实是解决不到问题的，希望其实该争取的东西，这个是该争取的东西，我们应该要去争取。不管这个世界看起来多和平，我们都应该居安思危，时时警惕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，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。爱写着一句七个铜像所组成，象征着战胜了邪恶的民主。邪恶指的是哪一方？能够坦诚地面对历史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就是要有和平的一个世界嘛。同时也希望这段历史，这个过去，就像纪念碑能立在这土地上，立在我们心中，世世代代，子子孙孙，世世代代。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